为分组吧。屁股好辣哦，就是让人心疼的小宝贝。巧了，正好我们采购部进了一套新的明日方舟一帆厂，我这就去叫人儿。哎呀，姐妹们快来呀，博士要请我们抽一帆厂。高克台，听说你今天要请我们玩啊，我们可敞开了玩了啊。随便玩，随便玩啊。那我们可不客气、啊、别客气，别客气啊。我们今天一共八个人，那就两两 PK， 然后选出最欧的那一个。怎么分组呢？我想想，晚胸为分组吧。哦，博士跟银辉 A 组，布斯跟西南 B 组吧。C 组，我胸大。严跟杰西卡 C 组，那你俩胸最大，那就 D 组吧。那我们开始吧，最小的 A 组，来吧。来吧，志友，你先来。来。别吓着我们博士，影响他发挥了。F 都算大赏了，最小是 H。我们今天 A B 是两个抱枕 ，C D 是两个玩偶 ，D 赏是个水杯 ，G 赏金属冰箱贴 ，H 赏挂件。我们看看谁先出 H， 开始吧。这样吧，小姐姐。叮叮叮！哇哇！博士，你加油！白光一闪。哇！最喜欢的环节来了啊！赢的人，你可以指定他用桌上的食物沾芥末吃。来吧，那就白萝卜吧。白萝卜，听说白萝卜和芥末是绝配。博士怼了进去啊！高克台，高克台都切丝了，你怎么了，高克台？我们的 B 组，那我先来，行，回他了，来，你来，要我帮你挑吗？你要一天感应，没有人信我。1、2、3，牛啊！可以啊，对，旗鼓相当的。走你，啊，成了成，牛啊牛啊！最后一张了啊，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什么蘸芥末吃呢？那就盘子吧，盘子那就吃个鸭脖吧，优雅的吃。想看，想看，想看，你们也想看吧？摸摸蘸，行吗？怎么能拍住吗？啊！好优雅，兄弟们，快把优雅打在公屏上！真是让人心疼的小宝贝，好让人心疼呀。这是一个非常严肃、正经、残酷的比赛，请 C 组认真对待。C 组，来吧，来吧。哎，大哥先来，大哥，我先来，就这仨吧。三连票，我跟你说，可能是三个小垃圾，我不听你的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哇！打开。哇！哇塞，比刚才的还大耶！这两张其实差不多，哇，比刚才的还大耶！我们的杰西卡，哇，
G 上 ，H 上 ，E 上，怎么回事？竟然抽到 B 了！年抽到一个 B，F，H， 你想怎么着？惩罚他？那你吃这个吧。咋个？吃脸。跳跳糖蘸芥末，兄弟们吃过吗？我听起来就好刺激呀、啊！有生之年没体验过，所以怎么用跳跳糖蘸芥末吃呢？给我吃。啊，这这样写是吗？不是，你得先，你得先解释，把跳跳糖蘸上。哇，你，哎，你可以对自己这么狠吗？跟我刚才是一样的。
看，这是你自己抽的车子啊，年两个 H， 早路两个 H， 不分气 ，CB 险胜，我绝了，还有一个 F 赢了你。来吧，桌上的什么食物有没有看上的？这什么？这是一种面包。这个我熟悉啊，这个我最爱吃了，拿来。啊，你爱吃这啊？是呀，蒜而已。这个词都已经。嗯，跟你讲，这才叫美味呢，闻闻怎么样？好脆啊！啊！哇，不愧是面包，绝世神配。我尊敬你，作为我的对手。啊！好吃吗？好吃。超好吃啊！啊，这点小人对我来说算什么呢？最终的决赛，决战出我们今天的欧皇。这样吧，开始之前，你们先来惩罚我。输的人，那就。可乐配芥末怎么样呀？我先长得真是太可怕了。有柳柳，我礼貌。还有很多人撕了。菜都有化学反应。放这么多，我觉得可以再多加一点。现在只剩一个地上了，如果没有抽出来的话，就没事儿。如果下一个，你是最棒的。面包。我帮你拿呀、啊、你确定吗？你确定吗？他给你拿吗？拿这三个不要。你瞧不起我？我就要比这三张。我这三张输了我就喝，我愿赌服输，我不信了。来吧。那行啊不信我。倒数啊，三二一。第一发。第二个。啊！你们仨真大哥哦，不愧是你，就差最后一张了。哎呀！哎呀！来吧，三二一，一，一，三个鸡，鸡鸡鸡，鸡鸡鸡，鸡鸡鸡，你可真牛！二位共饮这一杯，我们一起吧。要不看谁在生气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别这样，回事儿，是不是你在淘气？我们在吸的，吸得下啊！这咋这样呀？我怕你在我手这儿呢啊！不下去的话，你们不能走。拜拜就拜拜，下一个更乖。拆小垃圾环节，来拆拆拆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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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